我现在和我婆婆和村里人一起去山里面找那个野生板栗，然后老田不在，因为今天赶集，他去赶集去了。找到板栗树了。这附近的板栗都被剪完了，让我上看一看。哇塞，这里小哥，地莲菊啊？哦，不是啊，这个小橘子，试一下。嗯，可以了。有点点酸，吃起来可以。这树上都没几个啊，都没看到。今年结的少。嗯，有吗？嗯，有。今年天干，板栗都没有，很少。去年是丰收好多啊，今年好像都没有。这树上都没看到，地上更没捡的了。嗯，这一颗，哎呀，终于有一颗了，捡到一个。那可怜巴巴的就捡了一个，那个茶籽，捡了一个茶籽，都没有。那个是不是木耳啊？拿来，五十啊？那不是木耳啊？没事啊，哦，这个是不是？哎，有一个，有一个。哇塞，哦，烂了了！我问小哥说烂了，嗯。那。就捡这么点，没有，怎么你捡得到嘞？我们都没有啊！刚刚翻了两个山头才找到这一片这个大的板栗树，结果呢没捡到多少，还是我婆婆捡了几个，我就捡了三四个。我们继续找，去更远的地方。哎，你们三个看，好好。我们走完这边，准备和村里另外一个他脚也受过伤，我们两个先回去。我婆婆说他们去更远，很远很远的地方。我们两个人脚受伤是伤员，走过去对脚不好，带我们回家。所以呢，我们两个人就回去了。到家了，看两个橙子啊，这都是我婆婆摘的，我摘的在这里。四个板栗，五个茶籽，